家好，下面我们做的示范呢是牙膏的示范。我们看这个是绿爱生活的天然海藻牙膏，这一管呢是120克，它是纯天然小分子的牙膏。平时我们用的时候呢，就是挤豆粒大小就行，挤这些就能够刷出来好多沫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细腻，因为它都是小分子的。好，现在我在手上去拍一下，看看会有什么效果，是不是瞬间吸收了呢？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它都是纯天然小分子的，所以它在手上都能吸收这么快，在我们牙龈上也会吸收非常快。那这个对于治牙周炎、牙龈出血、火牙非常的有好处。同时咱们这个牙膏呢，它就像一个小药箱一样，可以随身携带，夏天孩子蚊虫叮咬可以抹一抹，还有有的人他有脚气或者冻疮，抹我们这个牙膏效果都非常的好，因为它吸收性好。然后再看一下他牌的这个牙膏，这个是韩国的牙膏，之前我一直在用。平时呢，包括我们就是说其他牌的牙膏也是刷牙漱口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牙刷多长挤多长，对吧？那我们同样还按平时的习惯，我们挤这么多，那看看这个用量是不是刚才的这个绿爱生活牙膏的3-4倍呀？那如果这两管牙膏的话都是20块钱一管的话，那它用量是它的3-4倍，相当于它是不是就是24得8，80块钱一管了呢？对吧？因为它用量多。那我们为了公平起见，咱们给它摆下来一些，咱们也留这个豆粒大小。好，同样呢，我们也去拍一下，看看是什么效果。你从超市里买的牙膏，包括你用的其他品牌的牙膏，你也可以做这个示范，放在手上去这样拍，看一下效果，它是不是拉丝拉黏？因为它这里边呢，它有粘稠剂跟磨砂剂，这也是一种化学成分，如果漱口的时候咽到肚子里，对胃口呢非常的有伤害。你漱完口咬一口苹果，它都是牙膏味的，是吧？这个牙膏呢，就是你这样擦的话擦不掉，我们得去用水去清洗，这个在洗的时候可能它得洗10多遍才洗下去，而我们这牙膏漱口的时候它漱个4-5遍，它就口那个嘴里边就非常的清新，而且没有什么那个特别浓的那种牙膏味儿，非常的健康、安全、环保。那最主要的是价格，这个一会儿去清洗一下。他牌的这个牙膏呢，我之前是25块钱一管买的，然后我们绿意爱生活的这个牙膏品质这么高，这一管零售价10块钱。会员价仅需7块钱，它跟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大品牌的30-40的牙膏可以去 PK， 品质可以把它们都 PK 掉，非常的超值。好，这个示范我们就做到这，谢谢大家。